马耳他课后俱乐部分享，暑假班是120欧一个暑假两个月，然后冬季班或者是春季班的话好像是200多欧，就从9月份上到5月份，5月份就这样200多欧，但是篮球是最便宜的，足球是500多欧了，舞蹈课是300多欧一个学期吧，也是差不多这个时间段，一个礼拜课，一节课，舞蹈是一个星期一节。